百变。长发还是短发？长发。好看的皮囊还是有趣的灵魂？有趣的灵魂。裙装还是裤装？裤装。发信息还是打电话？打电话。偏理性还是感性？感性。三天不睡觉还是三天不吃饭？三天不睡觉。休息的时间是出去玩还是宅在家？宅在家。还是麦当劳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，我吃吃吃。甜口。等我下次出去玩的时候。我让你选一个人，就是你在荒岛后的人生，都像你的眼睛。我选无关系。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最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？有心意的礼物。出门一定要带的三件物品。车钥匙、家钥匙、手机。最近一条，我能看一下吗？我真不记得，好久不发了。开始秀恩爱。嗯。一条，能看到吗？小雨说的对，在秀恩爱，有很多人哦，很多人点赞。要秀恩爱了。